好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安安杯来到了决赛。刚刚呢是三四名，何俊拿了一个3-1啊，拿了一个季军。然后这场比赛是决赛啊，抢三的，看看鹿死谁手吧。血压不错，有他要打晕吗？重拳必杀，可以，你可以笑啊，尽量大声的笑。漂亮，这一波预判知道对手要 AB 啊。有时候不一定都是强攻才有效啊，而是你要放一放让对手动一动啊。嗯，很漂亮。短局反正都有机会啊，小妖还真不怕叶枫，他的八神是真的挺强的啊。好，选择一个安全的闪身出来哈、啊，不要在角落，在角落很危险。好，必杀了，再不必杀，没晕点、啊，好晕点、嗯，原来还有晕点的。还是想的挺多的哈。我去，厉害！拍到对手的能量闪身，前走一步抓身后啊。这步太近了，要抓了，重拳必杀。必杀该出得出啊，刀魂游戏，你问一下客服兄弟。叶枫想打逆向，你看起身带抓好用吧，你跳 CD 都给你抓下来啊。这个气得留给大门了，命不好。哎，完了，气被骗掉了。又来破防，挑了一下。看完啊，都决赛了，抢三的而已哈、啊。看完之后就有何池了啊，何池打何俊，他现在也没打了。打了，等一下，没事没事，把这个决赛看完。啊，要晕了，要晕了，晕了。九波冲过来，灯笼。
Round two, ready, go. 飛びは終わりだ。だけで押して。这头猪又有一点笨了啊，又有一点笨笨了。一个裸杀，漂亮，落地时间就是好啊。敢不敢赌一手？赌一手！你看，都是复活指令啊，死了！我去，要反伤，有点刺激啊，有一点刺激啊！哎，没了，没了。好像还没死啊，一个架招啊，直接死。Round one, baby go。哎，好凶啊，好凶猛啊。啊，我就会被淘汰了啊，兄弟们，他今晚是第一天回来直播啊。冲啊。好，连续 AB。哇呀，哇呀，刚好死了哈，爆满。好了，好了，穿三局。同时又是一个反三局，嗯，今晚好多双赛点啊，第三场双赛点还来驾照。哎呦呦，真的要反三，哎哎哎，爹，
完了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刚好跳到身后啊，头上斧打不中。哎呦，牛逼，厉害！